巴特里路飞龙山上有一座特别的学堂，亲爱的爸妈，我一直好奇为什么送我到这个地方。上学的路不算很长，到处转场总让人不爽，没有巴士能到这个呼噜的地方，因为人们觉得这里就像是甘榜。下雨的日子不算太多，水满山路真让人沮丧，每到学校大好心情很快就泡汤。阿拉妈，今天不能走进最爱的球场，这所有一切都比不上没有女生给我带来深深的忧伤。读懂的书虽然不多，各种传说给了我胆量，邻居不少总是躲在看不见的地方，有人在夜晚看到他们在校园游荡，这些传说没让我慌张，真正可怕是校长的威严脸庞。要命的是让人无法呼吸的考场，阿拉妈，拿到成绩怎么见我的亲娘，这所有一切都比不上朋友们不再愿意和我在球场较量。多年以后我再次站在这个地方，高楼林立没有了甘榜，巴士来了往往，地铁就在一旁，下了车的女生哎哎哎哎，还是走去别的方向。球场更好，球场更好，邻居更多，邻居更多，校园更美，可是更亮。白衣少年走在校园，依旧帅气阳光，眼前一切让我泪水流出了眼眶。昔日的朋友，你去了何方？当年的争吵不要放心上，多么感激共同走过那多彩的时光，真心祝愿我们的友谊能地久天长。巴特里路飞龙山上有一座特别的学堂，亲爱的爸妈，我一直好奇为什么送我到这个地方。巴特里路飞龙山上有一座美丽的学堂，亲爱的爸妈，我终于明白你们为什么送我到这个地方。